是只为一段情，就让一生只为这段情，一生只爱一个人，一世只怀一种愁。纤纤小手让你握着，把它握成你的手。纤纤小手让你握着，解你的愁，你的忧。红颜若是只为一段情，就让一生只为这段情，一生只爱一个人，一世只怀一种愁。纤纤小手让你握着，把它握成你的手。纤纤小手让你握着，解你的愁，你的忧。敬各位一杯，倒是我该敬你。我说二妹，我敬你，祝福你这一胎呢顺顺利利的生个大男娃。谢谢。来，进去，快去给太太、姨娘、姑姑们拜年。真的？嗯，来，先给你。妈妈、姨娘、姑婆、姨婆，我给你们磕头拜年。嗯。妈妈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，长大了要懂事些啊。谢谢妈妈。嗯。姨娘，新年快乐！姨娘啊，给你一个红，让你讨个吉利啊。谢谢姨娘。姑婆，新年快乐！姨娘既然这么乖，我也赏你个红包。您可要听你娘的话哦。谢谢姑婆。去啊，穿得这么漂亮，哪也不去、啊嗯、自己唱给自己看的。哎，你怎么脸红成这样啊？刚刚喝了一盅酒，大概还没退吧。可是我记得你从来不喝酒的，该不会是让人家灌了吧？才不是呢，刚才一个人坐着闷，所以就喝了点吧。这可不行哦，胖子大娘说喝闷酒会伤肝伤肺的。来，我带你去掷骰子，别待在这里。文哥，你先去，我一会儿就来。好吧。嗯。这五块大洋还有一个金元宝，你先帮我保管，待会儿我再来拿。嗯。
来，少爷，小王，这小孩不要让他玩呐。他哪是小孩啊，他是少爷，少爷有的是钱。过年嘛，大家玩玩嘛。哎，少爷来，少爷，有钱吗？有红包。少爷最好把你压岁钱抓紧些，回头啊全进我的荷包里来。我的包不进呢，今晚我一定要把你们的钱啊搓干。甩面子了啊！来，等一下，我回去找玉清嫂拿钱，回来再来捞你们的本。少爷，都已经这么晚了，明天再来吧。对呀，少爷，这么晚了，你先回去歇着，明天再来玩嘛，反正我们又不离开。对啊，玩什么？才11点多呢。我今天啊，要是捞不回你们的本啊，你们一个都不想睡觉，哼！哎，别理那个小兔子，来，继续玩，继续玩。来，玉清嫂，你睡觉了。对。他会去哪？也不见来找我。大妹子，三姨夫，你涂的真是漂亮啊。哪的话，还不都你们喂的好吗？哎呦，我今天晚上手可真背啊，也没打错一张牌，怎么就门前清啊？碰，我碰，你们等会儿。这张酒桶你也要，桌面上还有一张呢。哥，做什么啊？你有没有看见玉清嫂啊？玉清嫂，好一会儿前看她往后院去了，大概去解手吧。后院？是啊，这么黑，风又大，不如这样，你陪我去吧。不行啦。我在伺候太太他们打牌，如果让太太发现了，会说我偷懒。等一下，为什么？来，红包给你，带我去。龙哥，找不着了，你该死心了吧？等一下，怎么了，龙哥？你先回去吧，我心里有数了。我心里也有数了，这灯笼你就带着吧。那我走了。想起来，怎？
于青嫂。大早他去哪了？难不成那不是梦？可是，大娘，我有事要问你。什么事你就说啊。到底干姐弟可不可以睡觉啊？你说什么？什么干姐弟睡在一起？那不成了野鸳鸯了吗？有人说啊，你那个奶妈出去和人家睡觉，那么她和她的那个野男人呢，就是一对野鸳鸯，这样你懂吗？讨厌，我就是不喜欢人家把玉馨嫂和庆生叫做野鸳鸯。可是他有那么亲热，难道亲热就叫做野鸳鸯吗？为爱忍住多少眼泪，等过多少长夜，只求爱过不后悔，这小脑袋瓜子又在想些什么？没什么，说来听听嘛。不是说好了有事别憋在心里头，而且你有什么事不能跟我说吧？你那件紫红色的衣裳我怎么从来都没见过啊？你没见过的衣裳可多着呢，只因为我是个寡婆子，平时很少穿。可是你知道怎么的？我前几天做了一个怪梦。什么梦啊？说来我帮你听听。我梦到庆生被咬了，而且他还流了很多血。这怎么可能呢？好端端的，又大过年，别说这些不吉利的话。可是我真担心庆生，哎，不知道他怎么了。傻瓜，梦都只是些莫须有的事，有啥好担心的？那不然你改天带我去庆生家瞧瞧他，看看他有没有事。我什么时候又不让你去看他来着？没别的疑问，我得去帮太太忙了。你赶快在这练字啊。
今年十字街上听说有赶集呢，一定有好多的胭脂摊，我待会儿一定要去逛逛，瞧瞧他有什么新花样。你待会儿是不是陪我去逛逛？瞧你失了魂似的，怎么了？受伤了？你没什么了，不小心被东西砸到了。痛不痛啊？好像很痛哦，要不要紧啊？没关系，过几天就好了。瞧你身子这么差，要是这戏班子真走了，将来你怎么跟得上来啊？什么？戏班子要签吗？什么时候？也还不确定，不过恐怕迟早要走的。若是真要走，你会跟我们一起走吗？你这样一时问我，我也不知道啊。假使你不走，你还会记得我吗？我又没有说我肯定不跟你们走。你不要回避我的问题，想必我们走了，你大概就把我给忘了。不会的，我怎么会忘了你呢？瞧你还是这么认真的一个人，我不逼你，你慢慢想，想清楚了再告诉我。好了好了，说真格的，过两天就是元宵节了，我们高升要闸台演露天戏，到时候人山人海的，会很热闹。刘老板要我问你啊，是不是有空来帮帮忙？可是我干姐姐她……你干姐姐又怎么了？我还没有告诉她我在高升打零工呢。说你老实，你还真老实，告诉他不就行了？可是他不喜欢我出去打零工的。哪来的道理啊？你打工就不用他接济了，他听了应该高兴才对啊。我不管，到时候你一定要来，我等你哦。上回簪子那事儿，专程给姑娘赔不是的。哦，原来你就是程参谋啊，什么是不是的，把我都搞糊涂了。听说上回姑娘动了气，我在想该亲自来跟姑娘解释解释。我是个粗人，不懂礼数，金姑娘为那点小事生气太划不来了，万一气坏了身子，那程谋更加罪过了。程参谋，这您可就多心了，我并没有生气，只是无功不受禄罢了。金姑娘，这簪花只不过是个小玩意儿，弄来给姑娘玩玩的，其实不值什么，您就凑合着收下吧。哎，瞧瞧瞧瞧瞧，陈参谋做人多谦和呢。哎，我看过，哎，这簪花不但是成色好，做工是又细又巧啊。哎，但现在这么个乱的时局里头，各项物资都缺乏，要想找这么个好货色，恐怕还真是难上加难呢，是不是？刘老板果然是见过世面，这簪花的确得来不易，原来的主人也是上海响当当的风流人物，几年前为了去香港，不得已才把它转让出来，转了几手才到我这儿。你看看，程参谋，初次见面就送这么大的礼，这我可担待不起啊。姑娘快别这么说，见个面交个朋友，这点东西实在不成敬意。哎，是是是，既然见面了也算是个朋友，但这礼实在太贵重了，我真的不能收。其实我留着也是糟蹋。金燕配银簪才是美事一桩啊。哎呦，意思是吧？我说妹子啊，陈参谋的嘴皮儿都快说破了，你要是再推啊，可真是失礼了呢。是吗是吗？收下吧。收下吧。哎，
但我若收了这个礼，是在无以回报。姑娘性情中人，拘着小节干嘛呢？只要姑娘高兴，肯赏脸陪我吃个便饭，程某就心满意足了。是是是是啊，哎，吃个便饭吗？哎呀，这还什么的嘛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既然你都愿意叫陈长谋这个朋友了，那大伙便个饭，这又何妨嘛，对不对？行啊，行啊，啊，可以嘛？哎，成不成？哎呀，成了，成了，成了！今晚有姑娘相陪，趁大伙兴致好。哎，姑娘何不再干一杯呢？是啊，来，来，来，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！对，哎，好，干就干。来，我敬大家。哎呀，哎呀，嗯，到底金姑娘豪兴啊！是啊，是啊。若得姑娘常伴，一同飘飘戏，也就不枉此生了。程参谋，这话讲远了。哎，不远不远。以后戏园子里要有什么麻烦，不要客气。这么一个小小的桂林，我摆得平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是啊，我们参谋可是将军面前的大红人，许多人抢着跟参谋攀关系呢。金姑娘真是……哎，我们这吃饭喝酒，哪有你插嘴的份儿啊？是是是。管教无方，见笑了。不过提醒我们将军呢，他见了我怕要尊敬三分呢。当年我们守在沼泽呀，哦，就是台儿庄那一战，我愣是替我们将军吃了一颗子弹呢。嗨，他那条老命啊，还是我替他捡回来的呢。啊，程参谋英勇。哎，真正英勇的部分你还不知道呢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哼，我还以为金姑娘是女中豪杰呢，没想到这会儿怎么害羞起来了。程参谋，请你放尊重点，您毕竟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。怎么，请你吃顿饭摸摸小手都不可以啊？你以为你多尊贵啊？也不是唱戏的。我虽然是个唱戏的，可是最起码还有一点尊严。更何况，我是卖唱，不是卖身。让他走，他没兴致就算了，难道要老子看他脸色？哎，来来来，我们喝酒。好，好，好，来来来，来来来来来来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金姑娘大概不知道我们陈参谋的习惯啊，不给他面子的下场就是……看你以后有多嚣张！哼，信你！走。金姑娘，怎么了？快告诉我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庆生，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也觉得我们唱戏的很贱？你说到哪去了？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。你是我见过最可爱、最善良的女孩子啊。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说我呢？他们是谁？说了你什么？
告诉你也没有用，他们都是一些恶霸，你是没有办法的。你不用担心，你在我这儿再也不会有人欺负你。答应戏院的刘老板，今晚上去帮忙的。好好的，答应别人打什么工啊？我这么熬着，又是为了什么？戏院那个地方咋，哪是你能去的？难道你是嫌我赚的还不够你？差不多了，就下点来吃。吃完了，咱们一块儿去看烟火。我不吃，别算我的，我吃不下。别扯上他，我真的要走了。不准去！我要去。不要！到底有什么要紧的事情，你非要现在赶去不可以？可我已经答应人家了。待会儿我们可以陪你一道去啊。玉姐，你难道就不能放过我吗？让我走吧。先生，我不要，你不要去，你听我话，不要去，好不好？先生。我出去一趟，让老曾帮我备车。是太太。哎，等等，你先帮我瞧瞧这旗袍后头理顺了没有。太太，你今天回来吃晚饭吗？我看没个准的。
属于那边，不太稳定，我过去看看。这情况若真那么糟的话，干脆就把他给接过来，省得我三天两头的往那儿跑。淑英姨娘真是可怜，都快要临盆了，丈夫还没有回来。时局这么乱，这年头啊，可以把孩子平平安安的生下来，就已经算是福气了。对了，这蓉儿该开学了吧？是啊，往年大概都是元宵一过就差不多开学了。好，你让老曾来之前让蓉蓉先来一趟，把作业一块带来。是，太太。蓉儿，作业给我瞧瞧。写些什么？你都快开学了，怎么还少了好些呢？你再出去野吧，开学的时候挨了老师的板子，你别回来哭给我听。太太，车子备好了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到你淑英姨娘那儿去，回来的时候没写完的全都给我补上，听见了没有？究竟是谁发明书法这玩意啊，害我成天哪都不能去，被拘在这里涂来涂去的。连玉杏小姐去庆生家，害我都不能跟。不过说起这对姐弟也真奇怪，看玉清嫂文文静静的，真料不大会咬人呢。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龙哥，平时你跟庆生是最好的，我问你，你老实的告诉我，庆生为什么硬是要往西园那去啊？他或许是想帮你赚点零钱分摊分摊吧。不只是这样，你好好的想一想，一定还有什么特别的理由的。我真的不知道嘛。好，好，没事。你先写作业吧。就算是说定了，来，跟着我，对神明一起发誓，我永远都守着你。我永远都守着你。你一辈子都看着我。你一辈子都看着我。永永远远，绝不分开。永永远远，绝不分开。为爱忍住多少眼泪，走过多少长夜，只求爱过不后。
淑姨娘这阵子待产，要在咱们这儿待上好些天呢。你快去把西边那间客房整理出来，好让人家给住下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什么话？这时局这么乱，内地里呀，就剩下咱们这些女人了，应该要互相照顾的。是啊，姨娘，如果你在我们这儿生下一个壮丁，不也给我们添了福气？好了好了，下去忙吧。是，我这就去准备。哎，对了，让那个胖子大娘招待厨房，打接得起呢，煮饭做菜少放些盐，还有这当归、人参、川穹、枸杞，都给我备着。是太太，哪那么快啊？哎，这医生不都说了吗？就这些天了。淑姨娘，你要生了。你这孩子还真皮呢，听了风就跟见了影似的。你淑姨姨娘才刚到呢。的确肚子啊是又大了点。对呀，姨娘肚子里面是有个小宝宝，跟荣哥一样越来越大的。真的这样啊，就有人陪我玩了。玩玩玩，你这小子成天就知道玩。这小宝宝刚生下来，不是哭就是睡，怎么陪你玩啊？我告诉你，这些天呢，我可忙着，你别给我借机会到处野，上楼准备功课去。早知道长大了还要上学，还不如当个小卧算了。龙哥，龙哥，今天晚上可以带我去看戏了吧？你别学我开心了。我妈说啊，开学的时候可不比平常好呢。哎，龙哥，龙哥啊，平常说你古灵精怪，这会儿怎么变糊涂了呢？太太要照顾淑英姨娘，自然就管不到你了。可是，哎，走走走走走，坐嘛。告诉你哦，那个高升戏院呢，为了庆祝开张两周年，元宵以来啊，每天晚上都演夜大戏哦。真的？嗯，骗你不成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已经连续去看了两个晚上了。头一个晚上呢是演这个五鼠闹东京，第二天晚上呢是演八大锤。八大锤啊？嗯、哎，那你快说给我听啊！快啊快啊快！快点了。这你就不知道了。哎呀，我坐在前排，吓得是连屁都不敢放，就怕那个台上的刀子飞到我头上来嘞。哇，五鼠闹东京，云中玉耍起双刀，这多好看！是啊，要是你娘耍起双刀来呀、啊，那就更精彩喽。都已经开学了，还看什么夜戏呀、啊？明天要是爬不起来上课，就不你好看。嗯，那我偏要去啊，看你能拿我怎么办。哎哎哎，胖子大娘、哎、我们走了啊、哦哎、你这小皮子都是给玉清嫂给惯坏的。都是你啦，你看都客满了啦。哎呦，少爷，你又不是不知道那路上人多嘛，我也想看呐。哎，那不是于老板吗？哎哎哎，这位，不坐，不坐，不坐，不好意思，现在跟我说，你们在请假是吧？哎，对不起，哎，不是，龙少爷，我也要看戏是吧？哎，好，那没问题，没问题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那请进，请进。别在这混扯混了，开心开心开心啊！我说这个小狐狸精啊，不知道要迷死多少好男人呢。
小兔崽子，你又知道啥了啊？看戏看戏啊！在台上扭来扭去，不晓得在搞些什么迷呢。好闷呐，我想走。伤悲空虚，我该叫。